父亲是一个运动健将，是，他是三铁，嗯哼，他的三铁是标枪、铅笔跟铅球，他们知道我有遗传到他的基因，我是一个过动儿，家里我小时候其实是开游泳池的，即便他是游泳教练，他也不教我游泳，他其实在某个层面上他是反对我运动的。